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的节操为您而调，只为您那笑话的小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路的为您带来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来自于王总啊，不是湘军团的龙梅尔龙梅厄达坦啊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王总132地图是黑暗沼泽标准模式，我们在左上角的出生点位，好，一来哎跑得飞起啊，一个小车出来了。看一下这个耶，哼，跑得飞起，好，慢慢来。五四清醒呀，没打的。哎，五四清醒也很猛啊！你要放他不管，妈的，他咬起人来都疼得要死。看他怎么办，啊，他配合队友把这个点掉，往后退啊，好的，慢你慌不慌，那个人再从正面往上顶他又要退出来，呀，他被干了，现在看这个小车，哎呀，哎呀，妈的，搞不好要偷死59了。好，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发现目标，我们痛击了敌人。打不进去啊！我靠。哎，毕竟管子小了。来嘛，干死你！目标未被击穿，发现目标，打得好！啊，莱茵相对来讲要脆皮一点。我操，妈的 ，HE！ 看到开放式装甲你就来了呢！哇、哦！妈的，他心里面烦的一逼，你妈的谁在拿 HE 糊老子？成员零件又给老子糊坏了，等会儿妈的车长死了，装填手跪了，你妈驾驶员驾驶员晕倒了，你妈到底治哪一个？干脆双手离开键盘算了。好，传了一发，哎我靠，这是 AP 从正面传的，有点溜啊，有点溜。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，把他就给他点死了。我得研究一下这个穿身有多高啊。
他现在得想想到底往哪儿走，他的局势不容乐观啊！直接穿过去，我啊！我们的履带随时会抛锚，敌方打断了我们的履带，摔断腿了。哎，那次怎么回事来着？我看见，是谁呀？他发了个截图。他摔了一下，然后车长起火，哎，我就没明白，那车长为什么就起火了吗？看来是个异性恋呐。敌方战车被击毁。好啊，又干死一个，妈个蛋的，我的。那他妈翻盘全靠你了，你节约点炮弹呀、啊！这确实靠你了呀，妈你就你一个快车，你玩的好，能把对面那些都玩死。啊，大家回家。好，往这边走。哎呀，四运来了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我靠！你来呀！那、哎、他又上靠 HE 了，哈个蛋！你全程恶心流啊，这个是。那你说妈的，你百运或者说是武器那种专门准备几颗 HE 就是为了这种时候的，连续四五颗 HE 抽上去，妈的那对面会是什么反应？那样我估计成员零件就全都挂掉了吧。啊，在这等着。我得弄死他。自己也先溜一溜。打得好！发现目标，好像击穿了。目标被击中。好，你来啊！妈的，玩死你！吧唧！啊，好疼！我们已停止移动，履带受阻。啊，疼死了！我们的好，啪啪死一个。哎，那边金币站搞死啊！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对，不要给他机会。锁定目标，目标锁定解除。啊，你先摆脱。现在暂时找不到好的机会。来，目标锁定解除。这现在，妈的，他视野能把人玩死，只要他自己不冲动。好，金币弹漂亮。搞死一个了已经，那现在再把火炮搞了，
哎，那你们就不能一起走吗？刚才如果说跟那个 T10 来的还有其他人的话，那这个132早死了呀。吧唧，我们重创目标，允许射击。好，哎呦，我操你妈！那发撸到哪里去了？手一抖啊，飞得太远，现在只剩下莱茵了。翻盘的机会是越来越大呀。然后看一下，关键是他在哪？之前残影是在前面那个岛上。好，给他一枪。那这个时候要小心，赶紧贴紧这个地方，他打不到，他要往下冲，一枪打死他，漂亮。啊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58@QQ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